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二个大段，正成本意里面的第一段啊，集结升起，标举掌门啊，经文也有十句啊，请接着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告诸大众言：诸佛子，世界还有十种事啊，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已说、现说、当说。这是里面的第一段啊。那么从这个以下了，这是普贤菩萨啊，这个经文上的二十，就是赞圣劝听之后啊，这个时候。正式为大家讲经说法了，也就是说明这个气世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来源呐，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无量无边。这个刹海星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菩萨既然问了啊，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如来为大家来做个说明，这告诸大众也。诸佛子，佛子是对菩萨的敬称，这些人都是真佛弟子。世界海有十种事啊，世界海我们知道因缘无量无边，实是表无尽，把无量的因缘归纳为十大类，便于说明。华严都用实来表法，在这十种事，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三世诸佛教化众生都说的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共同科目啊，过去的佛已经说了啊，都说过了。现在的佛呢，现在都说，也都这么说。这个将来的佛，未来的佛的话，也会同样给那个时代的大众说明。啊，现在我们讲做报告。啊，下面。这就是哪十桩事情呢？何者为实啊？所谓世界海齐聚因缘，这第一个啊，第一个问题，
世界海到底是什么原因成就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现象是果报嘛，果必有因呢。清凉大师在这个注释里头说的这个注释里说，这一节文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列数显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这是个大的题目过去现在祝福跟未来祝福都同说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既是事实真相，哪有不同的道理呢？这个是提醒大家，让大家专注正是前面所说的应当谛听呐。世界称之为海，是将它深广无际这个现在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太空确实是深广无际的那么佛经里面的术语极刹成种，界种成海，刹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呢是佛的教区佛经上常讲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以这个做单位，这叫刹我们常常称的诸佛刹土。极刹了成种这个种是大单位像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个大单位这个大单位到底下一品要详细说到华藏世界品那么这个是世界呢，就称之为种了这个种里头有二十层，像这个楼房一样有二十层这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在第十三层这个世界之大我们就没法子想象了，但是这样一个大的世界华藏世界在这个宇宙之间不知道有多少不是一个所以称之为海用海来形容它来比喻它我们今天讲的呢是星系现在我们讲的是比较上好像要精细一点你比如讲我们讲星球若干星球组成一个星系我们这小的太阳系若干太阳系组成一个大的星系这银河系银河系是许许多多太阳系组合成的，围绕一个中心在旋转
啊，那么就是经上所讲的啊，这个单位世界啊，一个单位世界是当中有一个须弥山啊，设在须弥山呢，就是讲的轴心，星球围绕的轴心。同一个日月所照啊！我们以前读了这个经文，以为啊，这是一个太阳系，啊，但是呢，经上佛说了，日月是围绕着须弥山的半当中，啊，须弥山的半腰，围绕着须弥山的半腰。那要是围绕须弥山的半腰，太阳系就不是一个单位世界了。黄念祖老居士根据经典上这个说法，啊，所以他肯定。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是银河系啊，那如果说银河系了，那当然就没话说了，太阳确确实实是绕银河系的半腰啊，这个现在天文学家已经很清楚了啊，尤其现在这个探测太空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太空船啊，观察太阳系，观察银河系啊，现在对太阳系这个观察可以说相当有成就了啊，银河系的观察那还要进一步。那么他说这一个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这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佛经里面叫小千世界啊，银河系啊还围绕着更大的星系在转啊，但是佛经上这个说法呢现在科学不能证明啊，这个范围太大了啊！我们现在对银河系的状况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啊，啊，只是比较清楚而已啊。那么再以这一个星系为单位，啊，这就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又围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叫中千世界。啊，中千世界里面是一千个小千世界，啊，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又形成一个广大的星系，啊，我们称为大千世界，啊，所以大千世界里头有一千个中千世界，啊，每一个中千世界它有一个。一千个小千世界，每一个小千世界它有一千个单位世界，那就是银河系，所以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这叫做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是世界上一个是一个大宇宙啊，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是一这个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啊，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心系，还是围绕一个中心，就是世界中。啊，那个大单位叫世界中。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因缘无量无边呐、啊。清凉大师讲，略举其实，一表无尽呐、啊。三世同说，张其要深啊。三世诸佛都说，可见的这是个很重要的过程啊，是对我们居住环境的认识。成佛没有别的，成就一个明白人而已啊！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性相离世因果，没有一样不通达明了的，这个人叫佛啊，这个人叫菩萨摩诃萨。所以接着这就真起啊，就用问答的方式来说啊，何者为实呢？啊，那是哪十条呢？啊，哪十种呢？啊，第一个，所谓世界海齐聚因缘啊，这个就是说明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第一名蓝缘成立，一切事相，这个升起都有因缘啊，决定没有事实，无缘无故而起的，没这个道理。他这十个题目我们一定要很重视啊。第二个这个科目呢，世界海所依住，这个世界有了形象现前了，他依靠什么住？这个的确是大问题啊！啊，我们现在知道啊，所有的这些世界都是动的，决定没有静止的，它都在空中运动。它运动的时候，它非常有规律啊，彼此不相撞啊，不相撞击，各有各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运行，这就是他的依住啊！啊，他依靠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啊，这个科学家讲啊，这个是宇宙万有的引力啊。我们要在这个经后面看看佛怎么说法。第三句呢，是世界海形状啊，它的
外表的形状像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星球啊，大概都是圆形的，椭圆形的。啊，那佛在经上讲的时候，千奇百怪啊，形状很多很多啊。这是不是真的呢？假如我们要从这个星系上来看呢，哎，确实，你看从天文望远镜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星系，啊，现在我们知道啊，我们的银河系，银河系像个什么东西呢？银河系像个波一样。当中凸出来，很厚。边缘呢很薄。横向啊，我们佛门里面法器啊敲的那个钵一样，那两个钵合起来是，哎，那个样子很像这个银河系。我们到下面去看呢，佛在经上讲啊，有圆形的，有椭形的，有三角形的，啊，有四方形的，很多很多形状。我们现在在这个高倍天文望远镜里面所看到的，也有很多形状，但是没有佛讲的这么多。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还不够啊。更远的更深的那个太空里面的行星，我们这个科技还达不到。又何况还有不同维次空间。不同维次空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没办法。你比如这个不但是佛经啊，世间许许多多典籍里的记载啊，宗教里面记载就更多了，人鬼杂居啊，说明人跟鬼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啊，但是怎么样呢？空间不一样啊，频率不相同，所以不相妨碍呀。我们这个房子建立在此地，鬼也在这间房子。这个房子重叠了，重叠了互相不妨碍。我这个地方有一道墙，我人过不去。鬼的房子这个地方没有墙，他可以通过。鬼房子里有墙呢，他那个墙他通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墙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通过。这个就是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今天科学还没有办法能够探测到，而不同维次空间，这是科学家们说的，在理论上讲，是没有止境的，那个数量是无穷大了。科学家确确实实能够证明的，已经可以证明啊，确实证明有十一种不同空间、不同维次空间存在。那我们想象，所有不同维次空间呢，
都是同时存在的，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是一个画面，不同的频道。啊，你打开哪个频道，这个频道的画面现前。啊，你换一个频道，这个画面没有了，另外一个画面现前。人没有生死啊，换频道啊，啊，换了个频道了，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没有了，另外一个境界出现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些书籍里的记载，啊，有人死过去之后又活过来，说明他的经验。啊，跟一些从催眠状况之下，说他过去生中，啊，他怎么死的，怎么投胎的，说的是一样的。啊，人死灵魂脱离身体，啊，他自己很清楚，换了一个空间，啊，他感觉到他很舒服，啊，他的病完全没有了，他躺在床上，他的身体呀，飘起来了，啊，漂浮起来了，他也能看见，往下面一看呢，下面是他自己。啊，他躺在床上，也能看见呢，家亲眷属围绕着，在那里痛哭流涕。啊，也能听到声音，但是声音听得很小。啊，像蚊子叫的一样。啊，这个是讲人离开这一个频道，我们不要说离开这个世间。啊，世间永远存在的。不断在换频道，换频道这种经验啊，频道很多啊，频道优劣不相同啊，这些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学佛跟诸位说了，学觉，觉悟啊，觉了之后啊，我们这个频道的时候越调越殊胜，我们会走向诸佛如来的频道，那是至高无上的啊，具足真善美慧啊，一丝毫的缺陷都没有啊！啊，地狱也是个频道，啊，那个频道里面很苦啊，很凄惨呐！啊，你就进入哪一个频道呢？啊，入哪一个空间维持呢？自己做不了主啊！怎么现前的呢？业力现前的，业力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你这个心的力量，你看看尽虚空变化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也是心，啊，这是说明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佛的力量呢也不可思议。啊，众生的业力呀也不可思议。
众生业力能够把这个唯心所现的这个境界呀，能把它扭曲。唯心所现的这个境界是一真的。我们讲现在讲什么许许多多无量无边空间为次，在一真里头这为次都不存在。这个空间为次从哪里来的？就是无量无边的法界从哪里来的？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变现出来。所以唯次没有边际，没有数量，我们晓得因没有数量。你看一切众生的妄想，一切众生的分别，一切众生的执着，哪有投诉啊？每一个妄想，每一个分别执着，都现一个境界。所以不同维次空间是无量无边的有些呢这个维次很接近很接近里面呢那一部分我们共同能感觉到，我们今天讲的共业同分见王楞严经上所说的，我们同样看一个色相听一个声音，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个感受呢那叫别业妄见你看我们同样看个花，同样看一棵树有人看得很欢喜，有人看得很悲哀每一个人那个感受差别很大了这个感受差别呢就是别业跟别人不共的镜像摆在和大家一起看，这共业，共业里头有别业，别业里头有共业这个都是讲频道很接近的，频道差距太大的那就根本不能接触了六道人鬼人见不到鬼，鬼见不到人人跟天诸天我们见不到诸天一般诸天也见不到我们天人能见到我们都是修行有功夫的像人间一样，人间修行有功夫可以见到天，可以见到这个五鬼道地狱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见到的总得有一点修行功夫嘛天的层次越高说实在话呢他的心越清净心越清净能力也就越高所以他能看到下一界天能看到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他能看得见每一个人看的感受也都不一样有别业有共业就像阿罗汉讲这个神通，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遇到阿罗汉，向阿罗汉请教他母亲死了在世的时候造作恶业，想彼时的恶道，求阿罗汉帮他忙，看他母亲在哪里。
阿罗汉要入定。啊，入定呢，出了定之后，告诉他，见到了。他要不入定，不作意入定，他见不到。阿罗汉尚且如此，我们就知道啊，诸天、鬼神，他要想知道你，他一定入定。为什么呢？入定呢，就这个障碍就突破了。空间维次障碍突破，它就通了，它才能见到啊。这个入定就好像我们重新调一个频道来看看啊。不入定呢，这个频道没有调啊，他不知道要入定。普贤菩萨就不比了，普贤菩萨前面讲入定啊，那是表演的，那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那个定没有出路啊。大乘经上佛常讲的，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普贤菩萨如是，诸大菩萨无不如是。啊，一切诸佛为什么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好在什么地方？殊胜在哪里？待业的凡夫，一品烦恼习气没断，只是念佛功夫得力把它扶住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很详细啊，你要说他是圣人，他烦恼未断；你要说他是凡夫吧，他的神通能力几乎跟菩萨一样。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说他凡夫不是凡夫，你说他是佛他也不是佛，说他是菩萨他也不是菩萨，不可思议呀。他生到极乐世界，他这种能力从哪来的呢？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他百分之百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啊。你要不是这样接受，阿弥陀佛真的是想加持你，加不上啊。不是佛不慈悲啊。啊，所以凡圣同居土的人，下下品往生的人，他的神通道力等于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七地菩萨。那么换一句话说，也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他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那个念佛三昧是高级的，没有出入的，阿罗汉比不上啊，全教菩萨比不上啊。等于化身菩萨的境界，而且是化身菩萨里面呢高级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啊，摄住摄行摄回向，这是化身菩萨了。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是什么地位呢？不是摄住，
也不是实行，也不是实回向，是十地里面的七地以上。我讲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交代得很明白，这不是他的功夫，不是他自己修成的，是佛力加持的，沾阿弥陀佛的光，佛力加持，自己还要认真努力修行，也不是永远的佛力加持，自己就可以不修了，那你就根本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自己还要修。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啊，那是清净世界，决定没有染污啊。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无世界的烦恼习气，逐渐逐渐的淘汰干净了，淘汰干净了，那个时候能力就是自己的了。西方世界殊胜在此地，诸佛如来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道理也在此地，我们要懂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为什么文殊普贤也要求生西方净土。当然那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表演的，让我们看到，哦，文殊普贤，你看看他不都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是这个意思。他们带头，小世界大世界，形形色色，那么再看底下第四句，世界海体性，这个体性是讲的清凉讲内体的差别，前一句讲外面的形状，这一句是讲了世界里面的差别，这个差别不一样，那这样的差别我们现在也有相当，现在属于叫天文常识，譬如太阳，太阳是个火球啊，是一片火海啊，还有一些星球呢是冰球，温度非常低，寒冷，最近的月亮，可以说天文学家对月亮是非常非常清楚啊，月亮自己不发光，它的光是反射光啊，太阳照到那边反射过来的啊，反射光向着太阳这一面啊，它上面没有云层大气包围啊，这个大气很稀薄，所以是阳光直射，那温度极高啊，背着太阳的那一面呢，那冰冷，可是月球它的这个
自转跟公转的角度，使这个星球啊，像太阳这个一半呢，永远在太阳，啊，永远是那么热；背着太阳那一面呢，永远是那么冷。月球上到底有没有人居住呢？现在人搞不清楚啊。科学家现在不断地在探测，听说探测月球的那一面，黑暗的那一面里面呢，有城堡。啊，有很大的一个建筑物，啊，有此一说，啊，还有在过去，报纸杂志里头啊，在月球上有个奇怪的发现，啊，发现呢。月球上有一架飞机，用高倍望远镜去看呢，这架飞机翅膀上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徽，啊，是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军用飞机，怎么会在月球上？这个讯息立刻传开了之后。许许多多人观察，观察几天之后啊，这架飞机没有了。啊，有一些人猜测，是不是外太空人，在二次大战时候把这个飞机在空中飞行呢，把它俘虏带到月球上去了。啊，也许是觉察到地球上人看到了。又把它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见了。啊，可见的，其他星球上人，他们的这个聪明，他们的能力，超过我。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啊，人常常讲有福啊，叫外太空飞碟。虽然这个事情是很多人不能相信的，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中国有个谚语，所谓是无风不生浪啊。啊，这么多人说，啊，为什么他要说呢？总得有个起因嘛。传说纷纭啊，啊，外国人还拍成录像带呀，啊，我还以前在哪里看过，大概半个小时，啊，专门讲这个外太空太空人飞碟。啊，是哪个同学送来给我看的？啊，好像真有其事一样。啊，那个当然是，那是电视表演的，那不见得是真的了，模仿那个样子来做的。啊，这些我们不得而知啊，宇宙之大了，无奇不有。这个是事实，我们可以肯定的。啊，所以内体的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第五句讲世界还庄严。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为我们讲的是宝等庄教，宝何止七宝呢？我们这个世间人讲七宝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称之为宝啊。啊，七宝里面的玻璃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啊，我们现在的玻璃是用化学成品制造的啊。七宝里面的玻璃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水晶是天然的，啊，七宝里面的琉璃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天然的矿物，啊，在地球上这些矿物少，稀有，稀有。就变成很珍奇了啊，大家很喜欢啊，很爱惜，称之为宝啊。那么每一个星球这个地质啊不完全相同啊，何以不相同呢？为时所变，道理在此地啊。如果把时写掉了，那这些星球你要去参观，它就不一样了。我们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些差别，住的是暴徒啊，啊，不是净土啊。妄想、分别、执着断干净了，你住的是净土啊。净土是唯心所现的啊，那里面的庄严。就像本经佛所讲的华藏世界，像往生经里面佛所讲的极乐世界，我们一般称之为一真法界。由此可知，依报确确实实啊，是随着正报转啊，但是这句话一般人很难相信啊。学佛的人能接受啊，凭什么接受呢？凭对佛的信心啊。佛决定没有妄语，佛所讲的我都相信，凭这个啊，自己有没有亲自见到？没有啊。啊，有没有能做个实验呢？不能啊，没有这个能力做实验呢。啊，但是修行年数久了，功夫深了，会有一点体会。必须要到真的烦恼断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证了果才真的转境界了啊！证果
从前李老师常给我们讲啊，证到初果还不行啊，大概一般讲三果啊，他的境界就不是凡人能知道了。四果罗汉的境界就更殊胜了。你们念这个慈悲三昧水忏，看迦诺迦尊者的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啊，跟我们不同维持的空间呢。我们听说好像感觉到很奇妙啊。那么这是讲到众宝庄严，现在时间到了。